有關的那個簽注的安排呢、甚至團客的那個內澳的安排，當然我們的團一樣是可以去內地、這個交流是需要的，也都是大家、疫情到現在呢共同的願望和期待。我想這個也都體現中央對我們的關心和支持，這個很感謝中央對我們的這方面的各個工作。另外呢，我們也都要做好準備，正如剛才講業界、旅遊局、甚至所有的居民，我想我們都一起做好這個迎客的工作，讓他們有機會留長一點時間，甚至呢會再回來，這個都是大家的共同的工作。因為旅遊業對我們很重要，各行各業都是依賴這個行業，適度多元我們要做，但是短期內旅遊業呢一定是我們重要的一個支柱。